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是每周华尔街精彩的大马秀单元，我是主持人 Nanil， 在我旁边的今天是新面孔美女分析师 Kingsley 老师。那我们呢，今天要分享一下大马秀很重要，就是我们自己 CIIX 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ChineseHempOil.com， 我们也正式推出了三款产品，现在马上就请 Kingsley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没问题。那我们近期呢也是推出了自己的自有品牌 Optemp。 那 Optemp 这个系列底下呢，我们首先是推出了三款产品，分为不同的这个 level。 首先呢是我们的基础款，就是 Optemp 汉普生命的优选汗麻油。那这款产品呢是提炼自汗麻当中的所有的有效成分，也包括对人体非常有益的 Omega 3 Omega 6等一些有效的成分。那么在这个第二款产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Gold Plus 的产品当中呢，它除了这个汗麻当中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成分，它的就是比较高效的一个成分，它的浓度呢会相对来说高一些，因此呢它在对于这个人体的作用也会相对来说大一些。那么第三款产品呢，我们称它是 King， 那它是由我们的这个汗麻之王 Chris Hulliger 以及一些持有这个专业执照的一个医疗团队，他们共同研发出来的一款产品。那么这款产品呢是通过纳米颗粒技术进行一个提纯，因此呢可以说它的不仅是浓度非常高，而且呢对人体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更为的显著。那么这三款产品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车子的这个样子去给它进行一个划分的话，我们第一款产品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福特、Honda 之类的产品。那我们的第二款产品呢可以说就是奔驰然后宝马这个级别的、那我们的这个 Chris Hulliger 他推出的这个 King 的一个产品可以说是汽车当中的这个 Lamborghini， 因为呢它对于人体的这个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显著的、可以帮您这个提升精力啊，让您睡得更加好。另外呢也会对您的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方面的一些 concern 也会有一定的帮助。是。那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一般如果是健康的保健平日的需求，我们可以用到我们的在普通等级，就是像福特等级的保健品 Hemp Oil 就可以。对，那如果日常都可以用。是的是的。那如果一般如果大家有一点要进阶一点，有一点医疗上面的需求，那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 GO 等级的产品。对，那但是呢像 King 这款产品非常非常高等级的这个精选的汗麻油呢、它就必须是我们有些人在包括 Chris 他自己在他得到了癌症的时候，他就注射了这款产品来使用。那 Kingsley 老师这边讲到，我们 Chris 帮我们首次公开的帮一家公司来代言，然后并且我们合作。Chris 他自己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对不对？是，没错。我们 Chris 呢，他可以说是三次癌症劫后余生的一位幸存者。那么他在罹患了第三次癌症的时候呢，依然没有放弃这个希望，而且呢是不断的从大自然中去寻找可以治疗他这个癌症的一个方法。那么终于呢他是在汗麻当中发现了这个汗麻当中蕴藏的一些有效成分，可以非常有效的去挽救他的一个生命。因此呢通过之前的一些和医疗团队的研究也好，他非常的幸福这个汗麻对他的这个癌症是有帮助的。那么研究了这款汗麻油的产品，再结合西方的一些化疗的一个作用的话，共同的作用底下的话， Chris 可以说是非常奇迹般的康复了，而且五年以来呢也从来就没有再复发过。那么他呢也是成功对这个35000名的一个癌症患者、癫痫病患者或者是老年痴呆症的患者都通过这个汗麻对他们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么 Chris 呢他会在6月25号在 San Gabriel Hilton 圣盖博希尔顿酒店，然后第一次举这个面对面的在洛杉矶向观众举办一个讲座，讲述他的这个抗癌的历程。那么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他之前治愈的一个病患 Stephanie， 包括他的视频大家相信之前也都看过了。对，我们呢也会邀请到他们来到现场为大家讲
讲述他们之前的一些抗癌的经历。所以呢，如果是为了您自己的一个健康，或者您有一些这个癌症方面的担忧，包括呢为了您家人的健康，我们都希望您可以来到6月25号的这个讲座，来听一听 Chris 还有 Stephanie 他们之前的抗癌的一个经历。是，那包括像 Chris 的访问影片，还有 Stephanie 过去的照片影片，我们之前都在大麻秀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那请大家记得6月25号圣盖博希尔顿 Chris 25年来研究汗麻油，第一次在 LA 地区面对面来开讲座，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你有亲朋好友呢饱受这个癌症或健康的痛苦，请一定要来听听看 Chris 怎么说。那我们有报名电话、微信，随时和我们的客服代表联络， Kingsley 也会来帮大家解答。以上是今天的大麻秀，待会 Warren 老师会亲自再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待会推出的之后 Chris 的讲座还有一些产品的细节，请不要错过。